盼盼，哎，来喝茶了。来了。Sorry， 我不应该这样，是不是？喝出了可乐的感觉。那一瞬间，坐我眼前不是一个十八岁的派派，是38岁的派派，成熟派派。好多人就说，当你开始喜欢喝茶的时候，你就走向成熟，而且得喝着那样，是这样式的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茶叶沫儿。对，然后假装还在喝的时候再吐，再吐回去，是不是？那是最成熟的。别带坏孩子了。派派，你跟我学。高中化学老师就这样，这样你。哎，派派，派派，对，为什么派派啊？因为他是，因为你的 leaf 在里面。对，但是他又不舍得把叶子吐在外面，白瞎了嘛。